最近学生囡仔开始放暑假，四学乡民伫国小伫暑假开始进前，透过网络来举办毕业典礼。除了提醒小朋友放假要注意的代志，嘛伫网络上举办模彩，并让小朋友人人有奖。透过活动，校方希望让囡仔感受到老师也是真关心大家。当年放寒暑假进前，学校拢会举办毕业式。不过三个方的境界中，四学名的国小是透过网络举办线上毕业式。除了交代放假要注意的代志，嘛线上来摸彩，希望让囡仔感受到虽然大家无法度见面，但是学校老师以及校长也是真关心伊。因为三级警戒的疫情关系，所以呢，从5月19号到现在，我们所有的学生都在线上学习，所以在今天我们的休业室里面，我们也是用线上休业室。那这线上休业室比较特别的是呢，仍然是有线上的颁奖。好，我们本校的结业式啊，就是采全校线上 Google Meet， 然后邀请师生啊，还有家长一同来参与，就是这样子的结业式。然后在训导组这边的结业式啊，会加一些宣导主题，比如说防范数位性别暴力啊，药物滥用啊，还有性剥削、交通安全、水域安全，还有一氧化碳、反诈骗。等一下我们还会有进行109学年度的第二学期的抽奖活动，我们奖品非常丰盛，也有老师赞助，像主任啊，还有幼儿园老师啊，还有其他的老师赞助一些礼品。对，模彩活动是明治国小当年暑假进行都会举办的活动，礼物由校校老师准备，人人拢有奖。今年改为线上来进行，学生嘛是真期待。颁证奖品每一年我们都是用结业式的时候来做抽奖，那今年遇到这个线上的这个结业式，然后要用线上抽奖，难度呢可能就比较高了。我们都会很期待，因为在暑假之前有一个这种活动，会让师生们会有一种互动感，就算是线上，就会让我们师生的那种感觉还是会存在。除了线上的毕业式，学校也规划在暑假期间，每礼拜都会有一次线上的欢号日，不会因为放假就来停止对学生的关怀。我们会每周三的早上8点，让家长和同学一起加入到一个 LINE 的群组里面，然后做线上的返校活动，就是关心一下同学现在的身体状况啊，或者是最近在家里的状况，或者是发生什么事情，就是稍微做一个问候这样子。好好听课，无停课到学期结束，就希望疫情能较紧过去，让囡仔后学期能回来好好甲同学以及老师见面。记者王可璇采访报道。